我还可以。是还可以，我就有点拉胯了。好，可以。怎么样，心情？哇，这个角度好看。哇、哦！要不说说你跟阿丽吧。挺好的呀，就每天他都给我带东西，带一个叶子。你觉得今天会有吗？灵魂拷问啊！像我就有。阿丽啊，哎，上海滩这么大，居然偶遇是吗？真的、啊、哦，是。走走走，把车窗摇。这头怎么都不转一下呢？很好奇，想吃一下瓜。你跟老孙出去的时候有聊到这些情感吗？好开心哦，他们。是的。我看得有点不爽，又开始较上劲了。哇，这个太精彩了。